然后我问你也是做对啊。你来找你来找你问事，就是说有刚讲了，可能喜事也要问你，对不对？有些生病的人也要问嘛，哈。嗯。你印象最深刻，帮助哪样的人最多？那最近这两三年前呢，比较还有记忆起来的，有一位台北的信徒，他儿子在大陆投资啊，他盖两个工厂很大，嗯。很大，他说要卖掉，整个要卖掉这样子。一新盖的两三甲地，我听说，他就要卖很多钱，因为卖一年卖不出去。然后刚好我们那天礼拜天有夫人，他妈妈，他有回台湾来，他妈妈就是带他来。嗯。哦，他说啊，来娶母娘了。哦。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，我们正在夫人。他也报名，说我大陆深圳那边有个工厂要卖，请母娘给我帮忙。已经是一年都卖不出去，啊，卖不出去啊！他母娘，他马上就哦，用那个天津哦，给抓，嗯，哦，把这蓝笔都写，啊，你烧到天公炉哦，禀告，当天禀告那个地点。事由你够这样子就好了。那时候十点多，他就出去的禀告，烧在天公炉。结果十一点那边打电话来，赶快人家要签约了。哦，就马上这么灵，这么灵。我说这是巧合还是母娘灵呢？哦，这个事情他很慷慨，拿50万给母娘。哦，啊，给母娘，感谢母娘天有降。捐五十万，捐50万给母娘，而且这他卖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差不多十几分钟，那边就打电话过来，说哎，人家要签约了。哎，哦，我是感觉这是蛮那个很灵验的，很灵验的。这个母娘这个神迹跟这个灵验是，你要好好请教教授了。